我们祖来先帮子恭，庄子，今日可是秦国新王登基之大典，亏你还是先朝老人。王上冰天，理应由王储亲赴子宫，先行出殡大典。现在王上尸骨未寒，新王抢先登基，岂非禽兽？ 按秦制，原是要王储子嗣为先王先行出殡大礼，怎奈王后不允。要不这样吧，先行登基大典，再与秦王之身为先王扶柩出殡，姐姐，你看可否？毕王妃，秦氏宗亲元老都在此了。 是否合乎礼制？还需问过他们。大娘为何如此？继儿哪里让大娘生恨了？继儿从觊觎之想，甚至有克死一乡之念。继儿回来，也是奉王兄遗诏。继儿来日亦会真心待大娘。 大娘切勿听小人谗言。太后若是觉得继儿登基贸然，那就停止立王。待太后气顺了，找一个中意的公子再行王殿。太后，王嗣之事不可儿戏。 先王遗诏必须遵奉，不可更改。秦王之位乃公器，不容儿戏。请太后收回之前所言。姐姐，你看，米王妃，我看你心。 还是让我儿以王储之身，先为先王子宫出殡，再行登基大典。请姐姐与我一道接受列国特使的朝贺，你看可否？请嫡母王太后恩准。请太后恩准。请王太后恩准。 大王，恭贺大王登基。本王谢贵使贺仪，拜见二位王太后。
多谢韩王，特使免礼。贵国韩王近来可好啊？我王心里交瘁，特遣本使前来，一恭贺新王，二请贵国向我国施以援手。贵国有何难事啊？王太后容禀，我国与贵国毗邻。 实为贵国之屏障，有我韩国在，贵国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虽有遗言一战，可我两国早已又重定修好。可如今楚国出兵围困我雍氏地界，我王曾屡屡向贵国呼救，而贵国竟袖手旁观，还劳请速速出兵解围。此事嘛，我秦国本应对贵国施予援手。姐姐，方才韩国特使这番话，倒让我想起了前朝先王来了。如何？当初本宫侍奉我王时，若是他坐在我身上，我就会觉得疲惫不堪。 若是他将整个身躯卧在我身上，本宫倒觉得不那么重了。姐姐也知道这是为何吧？说起此等事来，姐姐我可真自叹不如啊。那是因为这样做对我有好处。 本宫今日把这些陈年旧事搬到朝堂上来说，是想说一个再浅薄过的道理了。凡事对我有好处，我才会觉得舒服。如今，你要我秦国去救你韩国，如果只是耗费我的国力、兵力、财力和粮食，那秦国又为何会那样做呢？ 你们说他是妖后，口出秽语，但以本宫来看，那位新册封的太后，并未说错话。邦交往来，表面里数周到，实则笑里藏刀，都是一己之力。无论何等粗语，若能为国谋利， 便是良言。今日八子亦为拒韩出兵之邀，此语一出，韩人无言以对。再者，国与国之间言辞语气、身份地位，全凭国力说话。国力愈强，气焰愈盛，弱小国家 则只能唯唯诺诺。今日八子敢大放厥词，正是因为我大秦已是西域强国。幕后可知，内宫四海人心难测，不是他死便是我亡。现在那个妖妇与韩国交恶，便是我们的机会，母后的魏国也可助我一臂之力。 不忍继耳，难容八子。公子所为，还要以秦为重。孩儿斗胆，自诩为君。为何？齐王未定，朝野观望。我先以为，或可举事。他们祭月祭日登基。 便是季军，公子，万万要慎重啊！复国壮举，乃是我大秦的千秋大业，我等嬴氏王族后辈，在此歃血死士，表我痴心。
誓死恢复我大秦的王室正统。嫡母王太后驾到。姐姐来了。妹妹啊，哎，继儿马上就要22了吧？啊，也该给她筹备加冠大典了。你说，你这个当妹妹的不急，我这个当姐姐的反而着急。多谢姐姐费心，妹妹可是继儿的亲娘，此等大事怎能不放在心上呢？我想，继儿的加冠大典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，要让我大秦子民一睹新王风采，恭贺新王亲政。要让百姓们都看见。要的。加冠寓意着孩子长大，若在寻常人家，父母对孩子另有一番嘱托和希冀。继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想现在进全宫给他行冠礼，也不枉费我对继儿的一番意望。然后再到咸阳宫行加冠大典。真的要如此兴师动众吗？要的。那就听从姐姐的安排。米八子已经上钩，北王冠礼之时，我们便按计划行事。齐、魏、韩三国陈兵函谷关外。英武，臣在。到时你拿着虎符迎他们入关。臣遵命。迎外敌入关？不是外敌，是友邦。庄儿，如此险招，恐引火烧身，祸及秦国。母后放心，儿臣自有分寸。儿臣已经安排了三个必杀之所，在行加冠大典之前，定可将伪王除掉。这三处环环相扣，一处失守，还有下处接应。此次行加冠大典，先是在静泉宫设王族酒宴，之后，伪王便从静泉宫移驾至咸阳宫。这三个地方便是三个刺杀之所。第一杀，便是在静泉宫的酒宴上，这也是全局胜出之关键所在。虽其后还有第二杀和第三杀，但此处乃行刺之最好时机，一旦得手，静泉宫必将大乱。迎雍便领着私兵，按住文武大臣，到咸阳宫，拥立我继爵，代冠称王。如若失手，便要在伪王行驾至咸阳宫的路上行刺。迎和，臣在。你带人在两宫之间的御道上埋伏，一旦静泉宫失守，一定要赶在伪王在咸阳宫的路上将其截杀。臣遵旨。迎怀，臣在。你带人埋伏在咸阳宫大殿里侧，如果伪王能活着走到咸阳宫，你要走就是最后一步。这也是我等复国的最后一步。臣遵旨。母后，儿臣谋划如何？母后，刚才所说的最重要的第一杀，可还要仰仗母后啊。难不成你还要让本宫？只要母后坐在儿臣身旁，照着儿臣说的做即可。儿臣拜见母亲大人。莹儿，莹儿，
母后，义渠王已许诺与儿臣联手。米岩兄弟，现在可是儿臣的左膀右臂，此次布局中最重一环，便由米岩兄弟担当。最重一环。母后，米岩兄弟也是为尽一份孝心，既为报答先父和义渠母，也为报答母恩。 母后心里可觉安慰。妍儿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你听娘的话，快走，现在就走，快走啊！米岩弟弟都已经和儿臣商议好了，此举非弟弟莫属。秦国。 和义渠能否复国修好，就全靠弟弟了。来，拿酒来。 时候可能太后早些歇息吧。 继儿就是秦国的王了，当哥哥为尽的孝道，继儿会替他尽。大娘和向王姐姐就在咸阳宫常住，陪伴在我身边。继儿说胡话了，大娘不信。继儿当了王，便身不由己，你已不再是你自己。 你便是秦国心中所向，就是你的娘亲和宗亲了。我娘对大娘并无恶心，大娘为何落泪？大娘信姐。 可是你以后再对大娘好，
你娘就不乐意了。大娘，今儿加官亲政以后，待谁好是用不着顾着谁乐意不乐意的。最重要的第一声，还要重要的第一声。最重一环，难不成你还要让本宫？只要母后在必要的时候给济公一刀，也让他尝尝丧子之痛的滋味。大娘，我的王位是当哥哥给的，不是我娘抢来的。莹撞狼子野心，大娘不要听他的。继儿此话一片真心，继儿来日亦会真心待大娘。姐姐脸色不好，身子不舒服。本宫好得很，多谢妹妹关心。原以为姐姐会带着王室的公子们一起到静泉宫来，没想到姐姐一人来了。原先是如妹妹所说，转而一想，还是让壮儿他们都候在咸阳宫，以确保加冠大典能够顺顺当当。还是姐姐想得周全，继儿的加冠大典定会顺顺当当。姐姐请。皇族家宴，是记住，这盏金爵是给静泉宫的。小梅去哪里了？小梅姑娘说她一会儿就来。姐姐可曾记得这些是什么？
北地胭脂。不错，当初姐姐赠妹妹一盒，妹妹今天还报姐姐一箱，如何？年纪大了，用不了胭脂了。完全是妹妹的一份心意，自己不用，可以变成钱财，将来可以安生度日嘛。你要作甚？给姐姐践行。这里是咸阳，本宫还是太后，恐怕不劳神妹妹践行什么的吧。太后就那么成竹在胸？胜负未定，妹妹已经喜上眉梢，不怕笑得太早了一点。好了，让我们来预祝姐儿加冠清正，顺顺当当。真没见过这么黑的。妍儿这次来，只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们放过彼此，不要再互相撕逼了。你们二人不该绝食，不该绝食。孩儿留到今日，只为这一句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听我的。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化解你们之间的死结，唯有将我的性命挡在你们中间，我虚伪，我难过，我也小而无憾。你是我弟弟。嬴壮想让我们比比剑法，让两位太后都看一看，我们已经长大成人。今天趁着你行冠礼，我就教你一曲剑法。拿剑来。
姐姐，我可是当着晚朝文武、列国使臣面前，拿刀刺秦。我饶了娘！继而莫怕，我若伤他，早已动手。 这把匕首曾经刺入过你先王的胸膛，这可能就是你大娘的命，一生为他人所摆布。为他人所摆布，那我的言儿呢？他受谁人所摆布？
咸阳宫去行冠礼，给我设局。他们把你姐姐我想的也太愚钝了。那姐姐还要去？因为时候到了，继儿要亲政了，该做个了断了。其实我也一直在等他们，快三年了。姐姐放心，有为人。Thank you.
做个好人，这样才不会辜负他的父母。上古造字，玉王同字，玉字三横一竖，三横乃天地人，一竖乃参通天地人者，是谓。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